中期比武，得胜者为。且慢，傅侯，锦绣的武器只是断了，他并没有输，为何不换了武器重新再比啊？此女子能战到此刻，实属不易。让他们休息休息再打吧。 到此为止吧。嗯，是。东影于飞燕、李蕊阁、花锦绣，同为紫渊比武，双一甲。 紫渊武士从未如此激烈过。他们二人皆是武状元。剑出惊蛟龙，剑落镇河山，李瑞阁当真是训人有方啊！三弟的东瀛连胜了五界的比武，可见东瀛才是慧眼识人呐、啊。